那些年王鹤棣同我的全世界路过，其为吴宣仪喝奶茶名场面，当时只记住了王一博的这一句。那不是很浪费吗？原来弟弟也在一边啊、因为那时候奶茶很便宜啊，5毛钱一杯，我可以喝四杯呢。天哪天哪，周也胡连星同台比美，边上的两位男演员默契后退，又是女王鹤棣。当时看跑男只记得郑恺和另一个男生把白鹿支愣了起来，原来那也是王鹤棣。OK， 好、哎、我们有请下一位。下一位，胡军蔡国庆断句名场面，王鹤棣搂着王彦霖在一边吃瓜。大哥，你说你好大好大的力气。两个人甚至笑跪了。